澳大利亚是一个移民国家，奉行多元文化，是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澳大利亚人口高度都市化，近一半国民居住在悉尼和墨尔本两大城市。全国多个城市曾被评为世界上最适宜居住的地方之一，其第二大城市墨尔本曾多次被评为世界上最适宜居住的城市。1788年至1900年曾是英国的殖民地，1901年殖民统治结束，成为一个独立的联邦国家。澳大利亚一词以及南方大陆，欧洲人在17世纪初叶发现这块大陆时，误以为是一块直通南极的陆地，故取名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四面环海，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国土覆盖整个大陆的国家，拥有很多自己特有的动植物和自然景观。澳大利亚被称为世界活化石博物馆，据统计，澳大利亚有植物1.2万种，有9000种是其他国家没有的，有鸟类650种，450种是澳大利亚特有的。全球的有袋类动物除南美洲外，大部分都分布在澳大利亚。澳大利亚由于环境稳定，所以特有地球演化过程中保留下来的古老生物种类，它们虽显得原始，却成为人类研究地球演化历史的活化石。美国考古杂志在官网报道了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和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联合科研团队的成果。该成果称，澳大利亚大陆4.5万年前许多大型动物的灭绝，并非许多假说设想的那样与气候直接相关，人类的捕猎更有可能是其灭绝的直接原因。大约距今4.5万年前，澳洲许多独特的大型动物，比如1000磅重的巨型袋鼠、400磅重的鹿形鸟、25英尺长的巨蜥，以及如小汽车般大的乌龟等，都神秘地走向了灭绝。关于这次大型物种灭绝事件的原因，许多学者倾向于气候变化的影响，认为始于7万年前的干旱逐渐让澳大利亚大陆上大面积的桉树林缩小，大部分地区成为不毛之地，导致大型动物灭绝。然而，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的地质学教授吉福特·米勒却有不同见解。他表示，当时澳大利亚85%的体重超过100磅的动物，在第一批人类到达之后迅速灭绝。米勒和他的同事们收集了许多澳大利亚西南海岸的沉积岩的岩芯，这些岩芯中有花粉、灰尘和一些生长于食草动物粪便上的真菌孢子。通过沉积岩岩芯的这些信息，米勒等人建立了从距今15万年至距今4.5万年前的澳大利亚西南部气候和生态系统模型。模型运行的结果显示，这一时期澳大利亚西南部有着郁郁葱葱的植被，森林茂密，适合大型动物栖息。米勒说，大约4.5万年前，这一地区树木和灌木的密度使得该地区成为大型动物最后的堡垒。没有显著的证据表明气候变化使这里的大型动物灭绝。米勒等人的研究表明，人类活动是大型动物灭绝的重要原因，但是不一定源于密集的狩猎活动，低强度的狩猎也可能对物种造成重大影响。对于大型哺乳动物的地方小型种群来说，即使每年有一个年轻的雄性被猎杀，群体的繁殖能力也会逐渐下降并走向灭绝。